两个礼拜前蔡英文找我，阿忠我要买一张，我讲啊，我唔理解，你卖算，你也算了吼，包括新民意会提名，帮助会提名，然后议会包括谢文静选议长选不上，包括洪一飞上议员啊，可能也算不掉。所以我们考虑整个大环境，民进党要成长，要跟无党家大家合作，知道吧？我按那合作，稳得。把棒子把得了。我相信哦，在蔡主席当主席啊，你在新竹市，如果提名蔡英文，不能如果当选，我们民进党全力支持。如果他不能当选，不能当选了，立刻转换派出来，因为大七八大楼关。不过，如果呢，我们蔡英文出来市长、市长，民进党提名，伊个七八万关提案哦，影响全国新全国市长的选，转六应用，百分之百应用，啊转过来倒啊。啊，民党该怎么执政？我再提出来，你提哪嘞？我提出来，你叫杨龙元顿顿啊！杨龙元知道吗？因为杨龙元那起，因为那个杨龙元那个他抓顿啊，顿啊不溜啊。那为什么今天我提出来你提啊？那为什么我不希望蔡英文出来选？他道路上的瑕疵。如果出来选的时候，转力斗百分之八斗，我希望蔡英文去，是吧？咱政府也丢，你万隆都丢在嘛丢，没有人希望他出来选啊，出来选能斗，影响民进党的选举，所以我希望啊，民进党不要提名，还要按照合作的蔡英文蔡主席。好，感应到要跟无党籍合作，让我们在新竹市议会发展群体，给他让我们让他成长，安享福。好，谢谢。